凌晨一点多，轿车行驶在路上，却突然高速冲进骑楼，直直猛撞民宅，宛如爆炸的巨大声响，把睡梦中的居民全吓坏。睡梦中，砰一声啊！我以为人家跳楼，很大声啊！你睡梦中你分不出那个音贝啊，你只是正惊醒。轿车撞进骑楼，疑似水箱破裂，整辆车不断冒出水蒸气，驾驶从副驾驶座惊吓逃离，就怕演变火烧车，警消紧急到场排除，将受伤驾驶送医。直到救护车来，我才敢开门，我不太敢开门。车头撞到全毁，安全气囊炸开，民宅铁卷门整片变形，连居民停在骑楼的四辆机车也惨成夹心饼干。28岁姚姓驾驶30号凌晨开车行经新庄双凤路，疑似高速过弯，不慎酿祸。姚姓驾驶手部及脚部有擦挫伤，该名驾驶酒测值为零。驾驶没喝酒，却被强大撞击吓到难以回神，交代不出为何猛撞，得等情绪恢复才能理清。只是凌晨巨响，真的是吓坏民众。记者林淳安、黄玉兰新北市报道。的细火去熬煮它，把所有的鲜味呢共冶到一炉进去，里面的蛋白质啊，它是鸡肉、牛肉、虾的3倍之多，营养来源更加的丰富，推荐给大家，记得要输入 CTI 56。CTI 我辣7。